工作有点辛苦，所以找你补充一点能量。我还有这个能力呢。你能力多着呢，别说话啊，让我睡十分钟。睡着了，外面睡觉啊容易着凉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陈礼尚，你知道你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能力吗？什么能力？扫兴。哦，婉儿，以后工作上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我对我的工作能力啊，还是很有自信的。我正在建立江博尔独特的工作风格，可是我不想成为工作奴，所以你能帮我吗？不能跟江博尔撕破脸，你知道吗？谁要给我？干嘛？给我干嘛？喂，你现在不能自暴自弃啊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不知，方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江村在吗？江村不在呀，他昨天送我回来之后就没见过了。那他能去哪儿啊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江家的事儿，我不能乱说。现在能跟江村说心里话的人，只有你跟我了。既然他不在这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是跟你一块儿去吧。走。体育馆里面，一生气就来体育馆，发现比我还了解他，我怎么都没想到他能来这儿呢？你好，你刚刚看到有人在这训练吗？你说江总啊，他刚走一个多小时。啊？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累死人不偿命啊！这是。你说他能去哪儿啊？他不会想不开吧？那想不开开车的话，哎呀，他有路怒症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我还真不知道，我现在还真想不到他能去哪儿啊。那这样吧，你按你了解的江村去找，我按我了解的江村去找，然后咱俩分头找，说不定一会儿就找着了。好，就这样。走走走。老爷子得病之前通过我这边出过一份委托书，这份文件是交代一旦老爷子不能打理公司业务，将由委托人全权打理公司一切事务。江氏地产委托人不是你，是江博尔。家里还是有你在的时候好。
润爸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好想高八壮，我其实从你走了以后，江嘉玲和江家的样子都没有，我觉得很冷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。他专去等博二，他可以不爱我，可是我一直在很努力，我开公司，我辛苦的工作，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认可我，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这是你妈吗？长得真好看，你像你妈妈。对，从小大家都这么说，我爸也常这么说。我听方秘书说了，你还好吧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从小到大爸对我都是这样，别人都说他对我的严厉是因为我是江家的独子，说我今后要继承江家的事业，所以他对我爱之深，恨之切，说我感觉不到。我心里清楚，我每次看他的眼神，他的眼睛里总是好像带着一丝怒火，还有一丝怀疑。怎么会呢？你会不会太敏感了呢？我自己心里知道，他从来没有像滕博尔一样疼过我，所以我从小就很叛逆。我惹他生气，即便他打我骂我，可就在那些时候，我才能看，我在那心里，还像是个儿子。那你这些话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？说也没用，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。后来我就把一切的精力放在工作上，我就是希望得到他的认可，可我没想到是这种结果。我觉得你先不要那么早的下结论，天底下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呢？我想等爸醒过来之后，你当面问他。现在不要否定他，也不要否定